圈结交不少好友，最近他就晒出了许哲佩以及江美琪的合照，还逗趣称对方是网友，幽默发文写下网友终于齐聚了。另外他还晒出和许哲佩的儿子四人同框的照片，笑说这是小鲜肉见面会。从他曝光的照片可以看见，他和许哲佩以及江美琪三人都戴上棒球帽，对镜头露出浅浅微笑，三人脸蛋都相当逆龄甜美，脸上几乎看不见岁月的痕迹。许哲佩和江美琪后来也上传三人聚会的合照，许哲佩还开心表示女孩聊天真的最舒压了。三位大咖歌手罕见合体的画面曝光后，网友们纷纷直呼三人都好美，在网络上掀起不小的讨论度。